大文琪，今天要售前开箱的商品呢是这一个，噔噔，特别卡组宝可梦地平线系列。这个有关于动画的商品啊，我真的是期待已久了。在开箱之前呢，先提醒各位训练家，特别卡组宝可梦地平线系列的发售日为8月2号，跟最新扩充包星晶奇迹还有星晶奇迹收藏家组合都在同一天发售哦，大家不要错过喽。接着我们就马上来开箱吧 ，Go！ 翻过来背面可以看到商品内容物以及最新扩充包星晶奇迹的简介。那如果想要观看最新集数的动画，可以扫这边观看哦。特别卡组宝可梦地平线系列的内容物有特大卡牌泰勒巴哥斯与伙伴们一张，特点卡星夜喵一张，特点卡呆火二一张，扩充包星晶奇迹10包。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张特大的卡牌吧，是泰勒巴哥斯与伙伴们。这个卡牌的尺寸真的是很特别，放在家里当摆饰超亮眼的啦。这张大合照我也好喜欢哦，一看到插画就会想起动画中冒险的场景呢。这特别的卡牌一定要收藏起来。接着来看看其他两张特点卡吧，首先是这一张星夜喵，可爱的星夜喵在花瓣中奔跑，立刻陪伴在身边，这就是训练家的日常啊。下一张是呆火二，在草原上奔跑的呆火二，罗伊也紧跟在后哦。看到这个插画我决定了，待会就去重温动画中呆火二唱歌的集数。好的，最后要来拆封的是特别卡组宝可梦地平线系列里的10包扩充包，现在来看看第一包。第一张是小仙奶、独角犀牛、暴燕龟兽，还有燕后蜥，再是好胜毛蟹，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开到这个泰勒巴哥斯 ES 呢？来看第二包吧。第一张美露坦、圆盖海龟、电电虫，哦，铝钢桥龙，这张是 AR 的卡图哎，好可爱哦。除了这个画风蛮特别之外呢，可以发现这个铝钢桥龙走在路上也是蛮可爱的哦。下一张托哥的马尔，再是第三包。第一张岩兔儿、齿轮组、荧光鱼、暴士龟，再是宝可梦道具重力之玉，再是下一包。第一张顽皮熊猫、小剑雀、飘飘球、电蜘蛛 EX， 太帅了吧！再来是流氓熊猫，很快的来到了第五包。第一张玛莎娜、毛变羊、齿轮鹅、嘎啦嘎啦、龙卷云，第六包。第一张是灯笼鱼、幼绵绵、东施喵、藤醋小将，哇，这个 AR 的卡图真的是很好看呢。下一张摇篮百合，刚刚我们开到了藤醋小将，希望待会可以看到闪焰王牌 EX。来看第七包，第一张藤醋小将、尖牙龙、好胜蟹、电蜘蛛 EX， 第二张。下一张是美露美塔，再来是下一包。第一张功夫鼬、果蜜虫、狗仔包，哦，是志愿者海带耶。霓虹鱼，这是第九包了。第一张是物品卡成就的背盖化石，它是用来进化成圆盖海龟的。再来是充电宝，哦，旋转骆驼母，支援者赤松，最后是白蓬蓬。那这一包是第十包啦。第一张切割骆驼母、摇摇龟、溶石兽，支援者白雷雅，还有双奶仙。以上是10包扩充包的开封内容，开箱完了。看到宝可梦地平线系列动画里的场景呢，在卡牌上面呈现出来，真的是好开心哦。想收集这些特点卡的训练家一定要记得，特别卡组宝可梦地平线系列的发售日是8月2日，那这个商品呢也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满额赠活动，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咯。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接下来上片通知。我是木大文琪，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